我真的很漂亮，很美丽。嗨 我是 Lily，今天要来挑战 El Casino 的抽牌挑战，改变我的一种食物——草莓冰淇淋。Cause it gives me a sugar high，我也很 high 呢，很兴奋，很开心。刚开始我会疯掉。Thank you。改变我的一个小秘密。Oh no，这有一点小害羞。我有时候很难过，或是很开心的时候，都喜欢把灯关起来，躲在我的小被窝里面，然后开一个小手电筒，我就开始绘画。在这个沉浸的时候，我可以好好去感受自己内心的想法。要在被窝里面改变我的一个小习惯。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对着镜子说：“我真的很漂亮。”我知道有一点 narcissistic， 但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。我真的很漂亮，很美丽。今年会改变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即将登场，请锁定 L 台湾。